Genesis chapter 1, verse 26 to 28. 創世記比雕二十六節。九十八章，我哋看落我先節，頭段是創世記頭雕二十六節，九加二十八章。兄弟們，講完笑話人聽，但是我講笑話人就笑了，我吃薄面的啦。有哈哈哈哈有哈老哈哈我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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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叫个半死嘞，咁声，伊就开始讲落来，然后天神就白讲，愈食人受罪啦，愈罪恶上当，从今开始就要受责罚，未使要食肉，三年嘅咁声，罚你食菜。有听过老夫食斋无？食老火就罚你食菜，伊就食食。吃个吃痛苦，吃个吃无甘愿，吃个吃无爽，吃个真正认同对了，但是就要吃，就吃吃菜吃菜吃吃听听听听听听了三年啊，然后伊的这个修行的日期到咧，就是啊，崩声咯，我一崩声咧，我一跳来跳去，跳来跳去，跳来跳去咯，你都曾经吃饱了，佮三年无吃袂饱了，最紧就是难饱了。你落个天晒又佢天晒啊，天晒啊，佢堕落啊，一刀，割我一刀，啊，一刀落啦，一刀难吧？会晒喎，天晒都怪你可怜，我晒唔乜就会白咧喎，都可以偷机会，好，一刀啊，一嚟了一刀啊，但是基督徒未使食，所以耶稣都唔可以食，食唔信耶稣啫。哇，这个真怀疑啊，很吃饱了，伊就真正小心了，是不是？啊，真小心了，到现在伊撞到出去，伊身体个东西啊，这跳出去，那个头前就看到啥物，是高等东西。头前跳高等了，哇，伊皮大，那惊惊，就等啊，皮啊，等啊，那自己落多惊，伊了神经啊，叫皮皮皮咧，就等扑回家，伊落多啊，家家只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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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咧，东西啊。哇！天使就看到我真气哦，佮佮伊食红膏的，食几多多了？对落来，过来即块肉，拔掉伊啊，红伊啊，不知好了，然后用即块切块肉，又听我死，就在那讲着，天使，我咪想跑啊，我咪就做唔到。他咪是我叫你食，袂使食几多多，啊，就佮食几多多。这老好就真委屈，讲我都对了你话惊啊。我比比比比身骨都无几多高的比数，我解咯，解到尾东西，我本来接到一个所在有几多高的比数，就是一吹，所以吹出来一吹，一吹吹出来，比身骨只解到纯一吹，因为比身骨无比数，干那只吹有新主的比数啦，咁所以一吹就讲上等嘅话。就話交回經拜主，都負擔無幾多台面數啦。所以話配出嚟冇遮除咯，佢成本食緊咯。陳思維，冷是唔是啦？冷是唔是佢成股入面讀得除咧？佢成股冇咩面數啦，冇咩幾多講先做嘅便宜啊。那陳思維，真是嚟搞笑啊笑話，但是答啲冷事先。也是一种道友之外，那是新主啊，但是那无主的宽啊，大家讲主的宽，主的宽，那是一个新主无主的宽来讲，不改变的。所以我发觉啥物件心灵感动啊，那起码那个困难恶主的宽，他把代表大家要讲恶主的宽的人有好呀，恶主的宽的，感谢主。学子的养的人有福了。Blessed are those who learn from
主恩的款的人有福啊。他们说，阿人讲，咱看圣经，咱看圣经，来听嘛。看圣经，创世纪头条第十六章，到第十八章，第四十个弯。注意啊，听住啊，来，咱来看。圣经阿人讲，这是基础上帝做人的证明。神讲我人要小苗，我人会形象，大家讲形象。暗条我人款做人，这是上帝讲的啊。可以按管理海内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禽兽，该全地，并地上所得了一切的虫，神都照了家己的形象，不能讲，不能讲拜形象。神照了家己的形象做人，乃是照了伊人的形象做查甫，做查甫。神就赐福予伊人，又对伊人讲：要生养正直，遍满地面上，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内的鱼、空中的鸟，甲地面上、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阿爸阿妈知道，耶稣感谢你无落出去生命。今早起我传下你家的，那姊妹你家子，我让姊妹你家子来个搞这样，像主的话，我求主的话，你教我啦，我让你生命改变，做一个真正好心有意义的基督徒，我叫我让生命有主的生命通好，感谢你听基督，奉主耶稣的圣名叫大家讲，阿门。感谢主，你看到圣经里面记载那人的来。人是上帝做的，然后上帝做人的样子啊！从平圣经记载讲，上帝是照着伊的形象，来讲伊的款。上帝真正清楚甲咱讲，咱人有上帝款。那兄弟姊妹，咱人按照上帝款来做人，所以本来人是好势，人是完美的，对不对？人呢是无挂相的，无欠亏。但是到今日，好像咱人面对咧侪问题，咱的生命路途边咧侪患难内面，都是因为咱失去了主的款，来讲失去了。失去了。主的款。主的。那现在即话，即咱失去了主的款，就咱开始描写了，因为上帝和人的款的，咱拢是最好的，最水的，最完全的。那是人啊，失去上帝的款来讲，咱的生命路途就黑暗去了。你看见人的生命。本来是好的，但是因为罪就搞咱的生命，要叫咱人变成无完全，翻到对倒头变的呢是歹。所以咱的心啊，咱的宽啊，真正用做歹，翻到对只坎坷做好奇怪哦。如果咱人坐到今天，咱心住了过后，咱要改变，咱就要去恶啊，恶都卖讲骗我。恶了卖讲臭哦，恶了行着正直的，知无？安怎做着正直的人？安怎做着意义的人？安怎做着心灵健康平衡的人？安怎做着无骄傲的人？安怎做着骨力人？哎，一个哈密树都要去恶，安怎无感觉着咱的本性哈密树都要恶好？唔是恶歹咯，人家人人是好的，要去恶歹，啊对了吗？多好变哦！咱本来歹去了，要去带你主人去学好。那兄弟姊妹，你有看到啥物件？咱人的生命，咱的个性，咱的宽化小，咱等于讲化小。化小。那这项物件超紧，等于化小了只，你带罪就走；等于化小了只，你生命都充满了灾祸。你看今日。的世界跟古早的世界无相同。古早看到大家无在拍枪，拍枪拍枪了，是不是？对啊。你看到这个犯罪情形，无当今安尼恶了是吼？当今的情形啊，你无注意到咩？你看无出来了是啊。每次拍枪都是坏事，然后每次掠到查某就是奸杀。唔单止咧简单啊，每次到干啥个时候，先干到截肢，走入去哪块去摇摇啊？你无感觉了？这是古早十年前捌看到的物件咧，只少看到的物件咧了。
但是你看到当今的情形，是点点有了，你无怎有影？人的心伫咱地上哦，就是你看到人心话，人也是失去了上帝款，人就进入魔鬼的款，进入罪恶的款，人的生命伊伫来破相，当这生命伫来破相了，人就伫来伫凶恶，灾祸伫来伫灾。然后所有罪的咒诅都落在咱的生命里面，滴滴扩大。你看我的生命都是安款，愈来愈健康。所以咱看，大家知嘛？耶稣咧教咱安怎学也款，咱看多少圣经在啦？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十八到三十，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 Matthew chapter 11 verse 28 to 30 耶稣讲一句话在圣经里面，伊来的目的，伊就讲伊来的目的。耶稣讲，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凡劳苦担重担的人，你看是吗？你健康，你无平安。你是伫看病啊，心灵受捆绑，也是讲来，来不及。那遐子话，也是予咱一个闭关，予咱生命有通改变、透明。OK， 啊看，烦恼苦大担担人，一通来到我这边，也是叫你来。我就予你通安休，你看也是来到耶稣会通安休，你安怎通安休？也是教我讲。安怎通安息？落来第十九节，耶稣就讲了：我的心内温柔谦卑，你当负起我的轭，我的轭就是我的咩？我的担。后边讲好听无？夹。夹。感谢路，感谢路，夹啊！夹，我的夹啊！夹啊 ！OK， 犁田的夹啊，是吧？大外野，然后恶外宽，安宽为心所谈的朋友，咱来讲啊。大亚所外野，大亚所外野，恶亚所外宽，恶亚所外宽，对心内都谈的朋友，因为外野是硬的，外担是轻的。哇，亚之外，亚所讲一个奇妙的体会了。你讲我那所谓心内要谈着帮衬，对生命要改变，对心内面的问题，对在乎，要减来啦，对叹口气来讲，伊唔单只是祝福我了了，伊叫做恶业款，原来恶业款啊，是一个奇妙代志。等于恶业款的东西啊，你把那个价值完全改变了，那还是款，咱要对你历史。爸爸看到顶一段经文，加一段经文是念做伙的。你看创世纪，上帝做人，咁是按照伊款做人，对不对？但是看创世纪过后第三章就开始发生物件了，就是亚当犯罪，然后生出来的囝加因亚伯，就开始了头一单的谋杀案，罪开始扩大，好像一个人变到一只黑暗只凶恶，你信不信？然后落来就是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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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嘴是来是恶，是来讲个速度嘛，好啊，狗咖又啥啦，狗咖惊伊那是只是对恶点声咯。你看人的一世代历史，你看了人未变好哟，人是来是歹，是来是恶暗的哦。我对人要靠了主来恶好，人在滴世间上是滴滴来滴歹。多头兵同啲恶火暗数咧，佢嘅人失去了上帝嘅形象，也宽宽少了。但系今晚要注意啲，他们所谂特别来教会嘅改变，都是咱自己失去了上帝形象。那亚撒来做咩？圣经讲讲创世纪亚当嘅头是亚当 ，OK？ 亚撒是叫做第二亚当。头只阿东犯罪啦，所以罪招咗我个阿东嘅生命，阿东嘅后代，如果我就是阿东后代，阿东嘅生命。
头个耶稣，耶稣第十二届，佮来到这个世界，为了奴隶原因，头一个原因，伊来到这世间第十二届，就是死，用伊死，用伊血，用伊伤来背入对来，来显这个整个阿当所欠落来的罪的债。阿当犯罪了，叫人背了伊犯罪了，就空白。耶稣这个第二阿当，做一个无罪的生命。变做一个活祭，大罪的羔羊，代罪的羔羊，然后献祭的死人，为着要买那人家了的家己的生命转来。所以很俗的话，耶稣变做人，代表那耶稣是神来，神是一个灵的体，咱看袂到的，因未死的。伊永远活着，空间看到，空间看袂到，魔鬼看到，魔鬼看袂到，灵魂看到，灵魂看袂到，即个就是灵的体。那这灵的体是未死的，但是要解决咱的罪问题，要救赎咱人，定着要完成一个计划，耶稣就要死。所以伊就要脱掉人的身躯，来到这个世间。当耶稣来到这个世间，你知吗？伊是一百八仙的人，但讲大家讲一百八仙的人。伊本是一百八仙的神，你看真奇妙咯！伊五种的属性，大伫伊的生命内，所以伊这人的身躯咧会疼、会伤、会流血，有感觉，总之互动伊甲我所有的情形，甲耶稣相像。那这个人的身躯是为着要死的，那是无这人的身躯伊未死的。所以掉地去，而且人的身躯，这把药往阴头掉了，那个叫做道成肉身，道成肉身，道成肉身 ，OK， 来到这个世间上，都是为了要第十二个，伊的身躯，将伊的身躯献上，那遐只，等伊死了不要，伊救了人，脱脱离罪诅咒。但是一叫啊，那怎样的话，那唔知个话，所以看出伊耶稣来到这世间33年6个月，这奇妙日子，伊做虾米物件？伊都是要做一个完全的人的形象，完全的人的模范 model 来到这世间，学对伊的东西啊。就对起古早上帝做人迄种完全的证明，因为耶稣在这世间唔捌犯罪，本伊的神的神圣不在度犯罪，所以耶稣叫咱对伊的东西，咱对为了一个意义人生，咱对为了一个平安的人生，咱为了一个喜乐的人生，最终做到未来控制咱，未领导咱的生命里面，伫当咱伫行伫上主伫恶伫上主的当下，咱的生命都直直来，直直开眼。明白。所以耶稣来是世间内目的，后头目的用了这人生故来七十二个来显这罪债去啦。第二个目的。就是做一个完全人，因为阿当头一个阿当已经失去了做人的款，这个做人的款一路来化小了，所以人呢变歹就去学好，未在条完全好、永远好、长久好，所以人就去学好。哈咪事？因为一路来就化小呢，歹呢。耶稣来到这个世间当中，就做了对一个正正的人，完全的人。完美人的生活的款，和干了伊家己对伊的东西，生在那边。明白我意思吗？哪样子吗？等到恶主的东西，恶主的款的东西，你睇到未？头先你看，当时看啥？哪样子吗？当我看到这个正经的东西哦，耶稣讲的是句啊。人那是讲大爷，大爷，他话话个爷了，大爷爷，爷爷是爷爷，爷爸，爷，哦，人讲个爷，是哦，对对对对对，
答应，耶稣讲的是答应假言的，然后伊的答是真的。我开始研究这个假啊，按照耶稣来讲，咱看这个，那这个就是伊的假。古早的人啊，都是离产的东西啊，伊假是哪款的？然后当犹太人嗰啲种产地就种麦啊，就啥咧？其实这个情形是真普遍的，就那一家是安怎的？一家是大概是安款的，也无就啥款的。那以前像咱一直都娶了只老母，加一个牛仔，但到啥咧？他们说咧，因为老母会穿的嘛，对吧？老母会破病嘛？老母变得老了，死去的就难了，对不对？一只老母若死去，那就出来离产的。所以这些学那牛仔的东西啊，伊就穿牛仔来离产。但是新鲜的牛仔要离产咯，牛仔不要离产，对不对？牛仔不要离产，但是咧要拔掉老母加牛仔白白，牛仔一个高，老母一个高，阿母是我的，会担一个高。但是这个情形呢，所谓重大，甲所谓利，佮都是调大啲，这个牛的价啊，你知唔知？这个细牛是做宽嘅，你知唔知？然后细只牛呢是做啲利产嘅东西啊，老牛已经在喺个路上，伊弘扬，伊食滚时咧就做个好事咧，伊未走出来啊。一细牛在边，咁样就行来行去啦，叮当者，腰就只只只啦。怪牛个失去了，这个注意心啊，都走去别位者啦，咧落来后边，迄个大只牛啊，佮牵着去拖掉伊来行诶。那像只牛仔啊，那是吊个，这个老牛妹妹啊，是假蛋，这个老牛会假，你知道吗？那耶稣意思是讲啥物？用短路。大嘅嘅嘢嗰种是轻嘅嗰种，是硬嘅嗰种。意思是讲耶稣将所有嘅重担已经背起来了，你只要对了去行咧。即系现在有队伍队伍嘅嗰种，伫来伫大行嘅嗰种，一直伫来伫顺风，伫来伫走路上咧嗰种，把刀都是提只老牛嘅背，慢慢都将只肋骨或者少年骨。那也奇怪，我注意到啥物件？耶稣讲个奇妙物件，用这个假所谓道外面牵起来了。你对我行，你对我行，你贪了白叫；你对我行，对贪了偷嘛。那也奇怪，你恶主，你贪了啥物？我就跟你讲，你恶主，你绝对会一直都贪好去。到你去拜堂，恶主贪好。这奇妙的情况，你看第十一章是哪里讲？耶稣讲：“我若好打人打一趟来到我这边，我就予伊弹药、安药。”那么，如果耶稣讲所谓假打大滴的假教义，如果是做款呢？对了，伊来行；等你对了，伊行，别错头条；你对了，伊来行，就无当头条。等你硬硬乱乱跌蛋，人家就喊对蛋声就倒蛋，白白艰苦。然后你若是对了主的话行，你会真正珠连的平安太好嘞。但是怎话？他们意思呢？当拜六啊拜五，然后去练功道，然后有一副教导来挑功道，讲是讲教得道行啊，德行啊，道德里面有讲，我讲生命，然后讲圣洁，讲流向，是吧？讲义，啊，那物件，你知？然后这有教导就坐了，挑讲道的东西咧，背后咧就是伊个会咧出来人咧，为这个样子真正聪明，真正有熟的眼光。伊个听讲啥物件？我准备牧师讲的，甲我旧讲的差不多像啊。你是讲德行，讲道德，因为样子来讲啥物件？对，我谂你是讲道德，但是差物件无像那是。把你宗教，那是你行道德的东西啊！你做一好人，点啊是靠咱家己，靠咱家己做唔到。但是我人信主的人，那是行道德，唔是靠着我人，那是靠着神。主耶稣就讲是生命做工，求我人脱离罪咒诅。所以对我人行德行、行道德的东西，是靠他人。哇，我讲得真好。
真好哦，了，大家真要地位。弟兄们，这里就显明了这一句话：，你若来到耶稣的内面，你就再要做出来，你就看到安息。弟兄们，当你住在耶稣里面，你来到耶稣里面，卖真正靠了伊两只，你一生来改变哦，你赚到真正的福气哦。那些只卖只人是未平安，还是未喜乐，还是生命未着丰盛，都是因为伊生命失去了最宽，对不对？伊无了德行，性格歹了，化小了。那些只卖只济人，达到散会了，咁只来头前祈祷，祈祷多些希望，讲祈祷者要改变，祈祷就带你天顶领受福气，祈祷平安就领教。祈祷灵力引导，祈祷大事改变，甚至叫有错无错的。但是耶稣就出面，伊两声，伊唔单止提到祈祷呀，伊讲讲就物件，你要长久的安休，探学咧来到伊面，来到伊内面，你都正正会就探学去，唔单止是靠了祈祷，讲祈祷用，祈祷用，你来到祈祷，你才能平安啊嘛。但是对起。你脾气无改，你会做款花笑，一下对着你好笑咩？我平安够治哦，无治了吗？伊有平安有祝福，给你生命，但是伊无着天牢，给你生命；长久，伊无着天牢，给你生命。的日子长久无在了，你请上帝话帮助，无帮助，请一下听，刚才都明白回来了。但是你买恶做款。但是你卖来个上帝位，我比如讲，你所谈到的调，或者对生命调到你生活落去，嘛是未久。所以做是做了，祈祷是祈祷了，谈就是谈到啊，但是短短啊，悄悄的，因为你无在个方式的画出来，观音观音讲什么？因为你画少了，自然会改变，突围你来到。一关的来头主的，何主来出来？恶主生命改变，阿门。所以这关要探讨，要探讨，要定掉，要端来。恶主来到你头前，来恶变，要探讨。第二个要讲的这关，恶主要探讨你。圣经教导人讲，恶主你就会改变，所以他们就变来讲改变。那兄弟们，今天的人，那是讲来到你主的面，那是讲人做基督徒几十年了，对主的长的见，基督徒是做几十年了，但是真正生命改变的无几个，你无注意到，真正完全砍掉的无几个。甚至有的做了几多多骂死人呢？有的信主几十年骂死人呢？有的读圣经几十年骂死人呢？生命问题，未讲有好事嘅，你话在度企着企着企着，一步一路改变，有原因可能呢？都是，但是话你听听到了，谈到谈到就好了，但是未等固你的生命，你生命因为无完全改变，系罪嘅过程，罪嘅宽。好多啲嚟嘅，啲生活兵浪中行出来，唔是上主嘅，唔是恶主嘅，所以生命神宽无尽嘅运转改变。一个耶稣讲话，就一张就够神，眼睛就一张就够神，望求所生嘅神啊！耶稣讲话系心内温柔谦卑，让等。富外假，恶外宽，阿里宽不然就心内谈要安休，阿只话都要俾人听啦。外心内温柔，谦卑，谦卑，不然等，等，替外假，替外假，恶外宽，恶外宽，阿里宽，阿里宽，我心内就谈要安休，注意啊，注意啊。注意啊！耶稣讲：恶外宽，安呢？你要谈朋友，
好我的船。安尼，有个人就注意啊，所讲出我才记了啊。用长路波也宽的点声，恶神也宽的点嘛，恶掉也宽的点声。你的心，你的生活都谈着暗号。这个暗号就是啥物咧？到底乌暗变光明，你灾祸变平安，你无健康变健康，无好变好，无好变好，无好气变好气，无好事变好事，无亨通变亨通，这是改变啦。等于恶掉一宽的点声，恶正还是恶神也宽的点声，安尼就改变了。安尼就改变，你可能也说讲哦，清楚无？但是姊妹，意思是讲讲人姊妹，做几多多唔是呢？安尼看你正面听的，只正几多多想讲一下改变。这一下的意思上面，你家己卖改变，伊希望透过几多灵力的东西，将伊正面加到同时间，意思改变了。别，这不是耶稣的意思。耶稣本来做人的宽的东西，这人的宽。人的形象，那死的形象，到底人的生命，这人的款，都是好好去做人，能够好好去做人的，就像全然谈到一个好好的结果。所以，你若要希望好的结果来讲，你要好好的做人的，等你未晓做人的，就像你要找耶稣，恶一款，安呢，你就会安了，安呢，你就会看哦，这地方的叫你来明白。所以基督徒若是来教会了信主了，伊学圣经话，哎呀，这行伊未做，未使做，伊就对了，未使做，伊生命佫在改变行，等于改变这行物件，咁样，咁即话，伊是毋是无佫有在乎了？伊的中学是毋是长久？伊的安养是毋是长久？对无？无错嘛。今日我看到真是基督徒来教会，伊生命无改变，伊信主去基督，伊好势是怎？但是路人在流血了，大部分都会了。但是要看到真正未好势了，来到教会一步一步好，但是嘛，生命改变，我就是其中一个呀。我就是古惑仔，就太惊，就是烂仔一个。但是很少见我的生命改变，就是我愿意，我愿意学耶稣的款。所以当你去来，你想耶稣的款的人，我的生命改变不济咯。那所有人家庭里面，那是社会一支光，我在境外上廿岁，看你想我鬼款，我笑未来咯。我做了，输我还是想我鬼款呢，还是想我系鬼款呢？啊，人无啲人鬼鬼，是不是？我咪是想鬼个，你知道？我有学廿岁，我咧想廿岁，我咧好咧学，我系训练，我咧好咧学。我同你学了啊，但是我做学做正，知唔知啊？学做成嘅，知唔知啊？廿几万，我望望估计。我是长，我是无害，长久向外，长久就长哦。我看到外口的朋友个吼，咧做牧师的，咧卖茶粉的咪有啦，坐茶壶的、食茶粉的咪有啦，甚至有的是即私刑的啦，拢有啦，做歹拍枪的也多的咪有啦，是不是？但是有时了做不了，啊，做人找一个牧师，古早是做歹事的，当今啊，唔单止卖做歹事，佫走去做好事。原因就是恶神了，主的款，安呢，伊就改变了。佢学咗主嘅样，咁样佢就改变啦，咁样佢就得安息啦，咁样佢就得福啦，咁样佢就改变啦。学主嘅样，唔是几多嘢咯？几多用哦？唔会用嘅，一上帝点解点教我？但是一不会给到那个病，一边听到你神父等父去等教，等主的平安领教，但是你生命破晓，你宽破晓，你才行出外口，你有的宽，老的宽生出来，你生命果在落不掉啊！做人就做个领教的神。安款路嘛，那会长久改变。别管讲新主，有人就爱新主，伊有足好个样感觉着。但是虽然行无咩好势，但是佫是感觉着，佫是哪有足好势个款咯？伊祈祷谈着，但是老百姓袂顾一样呀。伊祈祷谈着，但是老百姓袂顾一样呀。但伊都袂，伊会款破相，伊无恶就会款。
那老师甲咱讲，咱一个人听到，无惊到，无惊出来，啥物歹人？对伊无用，就是人看咱惊伊，伊拉三伊行走咧，伊无伊气力，拉三啊人，意思是讲无改变，对伊无用处，无益处，就是咱当初基督徒一面，当伊信主人一面，听是听咧。但是唔敢改变，嗰是被禁掉，禁掉的恶道，禁掉的贪心，禁掉的骄傲，禁掉的所无平安的，禁掉的罪，禁掉的无顺服的生命，慢慢改变。所以姑姑冇知道，姑姑冇知道，姑姑冇知道，姑姑冇知道就好啦。有人信主，佮着人发，着人表示，我呢个是。一改变未了，伊未改变，就是伊无好处个看。听是听啦，有啥物啊？无用，无用，无用。但是嘛，那是要改变，要好处个看。但你找着对处个看，未先敢改变嘛？第三个方向是嘛？你学煮的看袂通呢，但你去掠讲，你学煮的看，你就贪偷吧。偷吧。贪偷吧，释放偷吧，你看这个啦。那耶稣就讲咧最后一句话，注意啊。耶稣讲，我的这个家是硬的，我的担是轻的，听得清未？耶稣讲：“我的耶是硬的，我的担是轻的。”是讲，人讲对伊来讲，伊可能偷棒啊，你失去了担大，你过了轻松平安，你话关于棒对耶可以担，对伊的耶棒对耶可以担，对伊行，伊生命就偷棒，因为伊的耶是轻的，所以担大伊大了，是不是？哎呀，姊妹，这边广告，等你无注意看了点声，你真正他来偷拍，人的生命罪就做来偷拍，所以生命若是讲无离开个罪来讲，你生命永远动荡喺度，永远动喺度，永远是空白了，永远未到他的自由的心灵，拢是会痛苦的了。所以变到等偷拍，你除非你硬是放落。哦，主会看，行圣洁路，无再行复杂路，对到伊方向，对到伊脚步行，无挣扎的，伊全行出来乌暗路，乌暗未知，所以这周庄就系无白条路，在偷嘛，你生命开始无好啦，你家庭开始改变啦，人之外，你咪看见啦，还是小小小小物件。在做，在做就是白条路，你艰苦就白条路，你心内有咧健，你健是白条路，你心内有去苦毒，苦毒是白条路，你心内难耐，别别安尼，你心内贪，你贪就白条路，你就是只能就是叫空白如久了，你心内面那是讲无好，弯道，你弯道是白条路，你是执个烟，你看到街道物件，因就这个弯道白条路呢。所以这块这块是没办法来你的生命不轻松的你的生命不自由的对你愿意就来做人恶做人你的生命不轻松了我跟你说一个经验你早起这个买单我做了一张经验但是买单会我有一个朋友因为是教会基督徒的名声，然后我讲这人是真好写啊，做人做好人。他们说我都是要生老病死的啦，伊说扛手做起来，好野人啊，乜都有啊，好野人。伊个宝啊，真水啊，我来讲，但是我来讲，伊都是头只，天主了嘛，做教会名声了，做大有顶人呢，头只，那样子嘛。我没有过，我没有干净。
新主万主，嘛是安尼。伊就偷食，比如讲命贵个家庭思想了，慢慢地个伊无知啦，慢慢结果唔得，你大滴笑命，搞个笑怕。那伊怕伊无咧，无怕伊啊，足个我真正惊，真正想命做乜事？就是是教会命笑，伊未教会无在个人咯。我过去了，是啊，就请我到家手啦，去辅导个项目。我大成记个我，我哩我个字拢食三两规整啊，听哩我讲不停，听哩我讲三两规整，我过去按过来听，我哥在讲五点规整，讲哩我讲不停，我听几人爱听听啊，即个反正听哩变成话牌子啊。然后我同你讲，即个话我字了，曾经是三字，还生得三个囝，比出三个，是不是？但是当天有人吹沙出来，鸡鸟是讲话，大家古话来隆重是讲对方的所有衰的、无好的、歹的，隆重我讲得出来，我个情形，我个对象里面哦，我听我心内感慌，我听你心内感慌，伊硬我讲，你别听，你听人我别打，你知道，你听我吹数。我在这边呀，你知道？然后一直爬我来，是我的踢球的，你知道？是开始一无乱，我都无乱了嘛，一乱嘛，你知道？我被打喊嘛，哎，为了这来物件啊，我该讲啥物件？我听你啊，这是做业执着，你把你当你受了恶因，你那是无去吃，吃物件我生啊，就是你吃。人靠报应嘛，对不对？上帝好报应，所以一听，但是一听靠，这靠到对来，这靠就是越做越焦灼，领教一点的，所以叫你少两层靠，是不是？而无法消啦，并且最后是以少来，就是做越焦灼。那之外。当一样攞喺度，你讲嘅咁嘅主流嘅目的，就咁单嘅，咩理论？咩理论？你话对佢硬讲，但系对佢唔好讲实话。我讲你先讲，讲是拜理论，然后我，你条件理论，我当真咯，但是我未当然，因为我是一个牧师，我系要讲圣经。照我所在，那是要离婚来讲，这罪就做都开始假神，你家庭会在乎。后来是子女子孙拢讲要忘就做，受了就做，这生命完整啊！你破坏婚姻，你破坏上帝所设立安保的观念。然后我再要讲的是什么？你去拜你要讲的离婚。我当真咯，但是我未当然，而我是一个牧师，我只会讲圣经。那是破坏一些观念，都话经离婚来讲，这就作俾领导你决定。你成全这就作世世代代。那是我内观念悔改认罪，禁掉这个观念，会作好。我相信信仰，那我讲神话 ，I believe in miracle， 我相信神迹。我相信神迹，我看过，我看过真正改的夫妻，会改变。相拍本的，本会改变；外口有查某的，乱搞本会改变。只要面有出卖嘛，你家听，我叫你来听。讲到我又是白白圣经的，你家听。咁讲嘅你会唔会啊？唔想做啦。我哋老二啊，阿唔知啊，我唔知啊，我对人啊嗱，我叫唔识，那有姊妹，即系正经，口水不成，即系淡淡，口水点教自己嘅，即系照做，口水点教自己嘅，就是买护珠，耶稣以形象化身，不应该做呢种，以老掉嘅做一个唔甘吧。所以这些罪，这怀有胎，就生出死来，
约翰一书，刚子的罪去毁了他，就生出死人，死亡的诅咒，化小化为诅咒的领导的眼睛。那下次我跟你讲，唔通想讲，咱大力主的来源，单单靠基督来祝福啊！买回来的，买回十二个对主，你生下来买靠主来活念，买靠主来传念，买对上帝主的旨意，路都会好些。这个是你自己骗自己，圣经无人讲，耶稣讲要赚到银香五百块，你要赚到钞票五百块，你要赚到福气五百块，你要赚到五百块的东西，安的。你的内面心内都贪着难求啊！所以啊，姊妹，不是耶稣无祝福，是我体会到耶稣的祝福，也是我在用一个角度来看，是耶稣的祝福，未在着好好的停顿你的生活，停顿你的生命，因为你看不见。真的，你看不见。所以我讲啊，姊妹。你恶主会看，恶主会看如何呢？恶情如何呢？那也是嘛。圣经的记载无人看见，系失去主会看啊。囊中是忘债务，消债务。我看到记载，但只话我将圣经嘅引出来几项物件，真济啊，廿几样，我大概大概有几项物件。老是为了这个小小的个性，做了大的财务出来。头一个基督徒，比如生这个点子啊，伊查某囝头尾个查某囝人见一个约翰伯尼，马头伊二十四秒二十十秒，伊才见四十一汉，做了两滴。然后头尾点子啊，想话伊认住住咧个查某囝，讲我我我为世界传话俾好路，结果伊就话伊马解系约翰嘅头，伊嘅头啊。因为伊骂只只剑约翰，约翰即变为伊，但是希罗我系先为睇约翰呢，伊无变为讲出话，伊竟然就俾前朝大师是死啊，最容易生嘅。第二咧，我哋讲即人就约书啊，二第七章，第十集到十二集到到十六集，这个人名叫阿根。上帝派约书啊入迦南地，然后头一声派是亚利古声，结果就下面有人拍人。第二个城叫做埃城，埃城是西归约利哥城，就是济。所以对这个约书亚拔出来看，是只硬拍的南疆去拍，真正硬拍的城来，就是西城。结果人拍输，死了真济人。原因在做咩呢？原就是归以色列人的嘛。以色列人有一叫人来阿干的犯罪，伊提了上帝叫伊别掉的呀，伊贪爱一条衫，一条衫加淡薄的金银。连累了高老板，阿干跪下靠上帝，讲变别掉，那是我剪怕别人，最有多是人的辛苦。这条衫，那不会见面，都是贪心。因为这个小小的贪心，在乎小撮研究一些家，个研究一跪下靠，结果完全灭亡。那也知嘛，淡薄了，却做成大财富。第三，看到参孙，不把这个人的参孙，你只要拉来锻炼，大意思来。所以圣经书书记第十章三十四世纪第十六章十九节里面讲，参孙为了个查某，本来是有人的，有哩数人无人在拍赢的，你一手拍死了一个人，然后安怎办？安怎做？伊无在困扰的，为上帝可以特别的人，无人赢的，结果死了人手，死了一个查某的手，他不是一好色，够骄傲。是不是？大家知唔知？因为好色一强过，大家知唔知？到到尾来，伊连目睭就乌出来，我直接白掉。到到尾是凄惨，跌到到尾该上帝去啦。到到尾，伊解嘢得点病嘅事，真系我无顾你乜事。但是伊命就成啦，暗部，伊罪命，伊系暗。落来话。基哈斯，基哈斯是主耶稣以利沙的仆人。然后，基哈斯这个人呢，是伊利
三个仆人，然后伊丽莎伊进来万将军的样子，那万将军真欢喜，对约旦河洗了前期的太过呢，那万将军要赏伊利未伊乜嘢？但是这个基哈斯就是伊的这个干嘛？伊仆人啊，头唔是。当这个来，我咧行到一半了，啥？只系走未，喂，做人挨到边啊？伊就提了来，我将军的这个囡仔，他挪土的衫，结果对来伊衫来讲，来我将军太过动心，到底成不成？为了这南部的衫，他去，伊就太过痴了。那南部的物件，你知无？但是做一世人的痛苦，你知无？我来看。有一个先知就伫了王记下十三条的，上帝叫了滴滴行，望停来，他们陪望家，追望你滴滴行，但是无听上帝话，结果停了接回来饮水，结果又塞亚假死，就是稍微无听，无注意听上帝话，再无来了，都来了嘛。伊索，到你希伯来书第十二条面讲，因为一碗的红豆汤，伊吹打。伊这人就是讲，真正无介意的，真正随便的、精彩的，来答应阿国讲，将伊这大囝的命运背负阿国的，把归所有福气领到阿国，伊却怕伊人无。我呢个咧飞，就是伊迄草率、迄随便的心，到到尾来，伊失去了真大福气。最后看到代表是一个好人，伊甚至上帝将伊拍成错的敌人囊中，输在伊手中。到尾真看到伊是唔免拍战啦。我咪讲话，当伊一死啊，可能丢个免拍战，就是讲伊应该是享尽荣华富贵了的人咧，所向无敌啦。都、就是迄一刀，伊起来是霸上云，嗰啲平台，嗰啲这个天台面前台，看到有人来帮助伊，输家，有人来帮助。结果为了吸掉罪，你睇死人行，上帝会照作罪，会照作拯救，上帝即刻拯救这个生命。但系之外，上帝嚟讲刀剑就都无了，啲困难系摸一嚟一刀，但是伊家己嘅波，到底光天化日可以个囝亚撒路，困光天化日，就是代表嘅波，光天化日。冷的不透钱，困住我，夹背啊！你所谈的，然后多夹无理，以前就讲的向前话未话贵，结果容易走难走路啊！等你来到我们这边来之外，你做了什么呀？等你讲你受招多，又话受罪了，啥？你提供我条件啦，又是官路，又是四美，非常难，美招多。等伊将军伊个腰也都睇只囡仔系点成，但你后尾讲住单睇唔能睇，或者只囡仔自由嘅命话，我希望面对只囡仔命话，我上帝较坚稳话，将我系最坚强，我较坚受稳只个职话，系咁我先到点咩？以后都对系，所以虽然犯罪啦，但是上帝我就听你，因为伊心努力，伊心用力。一心常常不悔改，阿兄姊妹，这个浪都是历史啊！因为咱生活不成款，当那是讲我未恶，有诶款，有诶善念，我卖放落来，卖改变来讲，我永远未通安休诶。有诶人常常讲句话，我是安尼啊，我是安尼款呢，未改变呢。我的关系呢？我一路来嘛是安尼，啊，我甲你讲，你莫咪一路来啊。对我上帝是祝福嘛，但是这个祝福无一条长久的停在你生命。这祝福无一条在你生命里面，滴滴丰盛的挖出来，发展出来，完就是你生命有咧，但无想耶稣的款。想做一款，想摸一款，所以生命无在的完全透彻，完全改变，比生命无在的完全透彻。所以，兄弟姊妹，
我若是要赚落去，生命要改变，无主，无主，我问你来讲无主，那对我们来讲，头先无主你就赚好，无主你就改变，无主你就好啊。南京，你经济成我债了，该上了几多你几多了，那是你都无改变，几多你都当做没听，还有啥必要说呢？小楼，小楼想住。如果那是讲恶了主的生命，神了怎么讲？恶神主的看样子，会怎么讲？安呢？也是讲安呢？那个谈掉安掉的，阿门。爸爸，你来来讲，恶主的汤好啊！恶主的汤好，干么子啊？主那边起来，主叫好了。